阿都主义，分离生活，拿主义。那我是学马拉斯，我是阿爸的人。嗯，来到现场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因为他出新专辑，耶！新的舌头，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，好，那就跟大家讲一下。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画家，所以外表看不出来。哎，废话，外表怎么看？大家好，雷乐当巴瓦龙，我自己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雷乐当巴瓦龙，来自大社部落。欢迎。因为我很喜欢他的画，我本身就是他画的粉丝，就是像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个也是他画的。然后像这次专辑的整个，你看到很漂亮的啊，金色的那些图案啊，然后还有一些原名味，但是又很有未来感的，都是他的创作这样。讲完了吗？你未来感觉有点像第五元素。是我吗？等一下，我从里面拿东西。一样按照惯例，就是所有人要来阿都主义宣传，没那么简单。我们今天也是有挑战，就是在鲍姐可以开箱她的专辑之前哦，我有一个你画我猜的挑战。你们要跟我玩游戏？要跟你玩游戏啊！哎，我游戏王哎、欸。不可能，这个没有什么。因为这个题目，因为我们三个人都不知道。所以我们现在是非常公正的一个游戏。非常公正。因为据说出题目的就是跟我们无关的人，完全跟我们无关，可能是楼下巷子口。是的，所以待会我们就出题目呢，就会请我们的雷乐当老师帮我们画，我们要猜出来他到底画里面要讲的是，他可能是一句话，可能是一个成语，或者是几个名词拼在一起。他可能是这个爆丸子加辣，哎，所以他可能不是一个名词或什么之类的。对，他可能是一个情况。对，太难了吧？不可能，那个情况100多字吧？那我们一样分组，因为我们有三个人，那就是一人一组吗？没有，好烂哦。我跟他一组啊，是你自己一人一组。好，我跟太阳神一组。哎，你猜题数要赢过我们才可以开箱哦。平手不行是不是？平手不行。你平常不是好朋友吗？哎。好，那我们就马上进行我们的你画我猜了。第一题。这个问题是在考你，还是在考我？搞不好超难画。他猜我就画一二三四，这么多字。七个中文，然后一个母语单词。哎。那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五五。哎。是二四六八十八。老爸，我们是圣母耶！你在认真准备，我们还是要尊重跟尊重吧。对啊，老师很认真画，他很认真，因为他就是画家，他是在他的艺术的世界里面。可以了吗？可以了吗？来，七个字，然后它是一个情境。小虎队最爱跳舞，五都里最跳健康操的舞步。对，没错。我本来是要猜在跳 disco 了，因为他逼他们写，他们是这样写，哎，他们整个这样歪，对，他们很 disco。好，第二题是什么？第二题， okay, 第二题十一个字哦，11个字是谁出的？都好长哦。点这次的新专辑会有什么活动？有哎、欸，我有活动跟你们俩一起。我们1月16号啦，1月16号会在台北 Legacy， 我们会有一个 party， 然后这个 party 叫做数进窑。为什么叫数进窑呢？因为我们这死是要跟老鼠吃，对不对？明年是鼠年呐、啊。数进窑其实就是谐音十进窑。对对对，所以我们就会唱那首歌嘛。比方说，东方的盖盖一起摇，黑桃妹妹也一起摇。你们听过这首歌吗？我没有听过，我还是比较喜欢辣妹驾到。其实那天活动非常精彩啦，就是除了鲍姐的新专辑的全专演唱，然后跟我们两个人讲电话。就是今年的岁末帮你拿主意，对，然后最后就是我们的独立电子音乐厂牌派乐带的电子乐 party。他画好了，画好了，完了，我觉得我今天好像没办法开箱。好，这个我不正在看电视，我不看电视，然后看电视不小心睡着，他的动作你们猜对了，可是这个人物是什么？我知道了，因为第四台没有中天睡着的妈妈。看电视不小心睡着的妹妹，妹妹，你们最熟的阿都，可是为什么阿都头上有花？因为我说画的人说，你画的吗？没有了，他是花仙子。好，那这一题就是谁的？对，一定是我。我觉得要一人一分，那我们也是2-1啊。好，现在是2-1，下一题。八个字，简直这张专辑距离上一张三年。可是我现在还在听那一张哎，那个欧巴音啊。哦，我喜欢脚步，为什么脚步也很？你喜欢走路吗？什么意思啦？因为这个歌迷的吧，好不热切的艺人啊。这是比
较生活感的艺人。是是是是你看你最近的那个 MV 出来的反应还是蛮好的，要谢谢大家，真的要谢谢大家，你跟大家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你真的生活感好强烈。哎，你会唱、啊、是不是很厉害？这样就会学主语了。我跟你说很可爱，有些人他可能用念的，他可能不会、嗯、然后他要跟老人家讲话的时候，他劝他要用唱的。你他不会说你给我红包，你给我红包，新年快乐、哦、你们你说哪里马萨鲁我的 my angel。 三零三零一二三八个字是不是？在工作的时候跌倒了，踩到狗屎的农夫。哪里有狗屎？那个土哪里有狗屎？它有点斜斜的感觉啊。我知道了，在田里破格摔的人。不可能。在田里跌倒的爸爸，农夫不可能喝保利岛吧？哎，老师，我想到一个，应该是农夫为什么要露肚脐？只有六根头发的农夫。只能可以看他动作啊，对啊，然后再猜他的人。第一次在田里是没错，在田里跳一过农夫，在田里 shake it out， 在田里 shake it out。我知道了，在田里数进窑的农夫。哎，在田里是在中间，中间在田里，他怎么样在田里？农夫在田里跌倒了。对啊，你不讲这个吗？我觉得农报节算是最接近的。我们刚刚一讲那么多次，我觉得犯规的嫌疑没有。没有，可是他刚刚讲是每个字都对啊，只是顺序不一样而已、啊。跌倒在田里的农夫，对，没错，是不是？好了，2-2 Call me baby。而且我好喜欢他画的田哦。不可能开始欣赏吧？这个田我想要去种。哎，老师，这是种什么？这个是小米。小米哦。那老师，你的农夫是画几岁的？可是为什么裤子那样子很像是短裤？因为他跌倒，他没有，他就原本穿短裤嘛，然后就会披一边的。哦，好多细节哦。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现在2-2。哎，这几张专辑的取向是什么？就是比较电子基底的，因为其实还蛮少原住民的曲风是跟电音做结合。那这次又跟什么咖合？大咖合作？大咖吗？啊，是厨艺吧。等一下，太大咖了。等公车，大人小孩等公车，一样八个字，八个字。妈妈带小孩等公车的祖孙，妹妹带落枕的阿妈去看医生。哎，为什么？电线杆下，搞不好不是公车牌。哎，对那是公车牌了，没有那么矮的电线杆。妈妈买了新的 Apple Watch。我到了，怎么有那么大的牙刷？是等车没有错，等车车子会从那里来吗？呀、yeah, ，不可能那么长吧？几个字？八个。车从哪里来？好了，那我提示啊，提示，他们等不到车，等不到车的母女，那身上面有线索啊，祖孙俩，母子俩，母女俩，等不到车的小丸子啊。关键，我看字上面是关键的、啊。关键，等不到车的姐妹花。是不是？你的姐妹差太多岁了吧？妈妈比较晚生。太过分，姐妹花。你超越我们了，3-2。错了一个姐妹花挽救我。好，我们要进下一题。啊，如果这一题是你赢的话，就是你。我看一下是什么几个字七个字哦，它的题目都很长耶，是谁出的？问方星座的经纪人。我就想问你们耶，这种不是很常访问歌手吗？嗯，如果遇到不会讲话的歌手，你们俩怎么办？如果讲实话，我没有遇过不会讲话。好了，很快，这个我觉得这是它是一个情况，什么时候会有这种情况？猫咪偷看猴子大便，可是猫咪偷看猴子大便超过了，而且它为什么要做这个？对，它为什么？对啊，你说猫咪为什么要飞吗？飞猫扑火火拉屎。好，提示，那个大便只是装饰品。好呀，猫飞过去抓猴，它干嘛抓猴？牙膏啊，所以外遇，猴子外遇被猫看到。太惨了。
猫咪真性色抓猴。哎，都被猴子吓到了。其实阿豹姐刚才对。什么东西被猴子吓到的猫？有，不可能艺术家吧？哎，你们没有看过猫被吓的时候吗？它会拱背。我以为是这样的，我以为它是跳伞。哎，好，我们现在比分是到底是多少？4-2，恭喜豹姐获胜。众望所归。那我可不可以就一个挑战题就好？好啊，让老师你自己出题。我画一个东西，然后它是台湾主流还是都有的？你猜不对很丢脸哎！你们不会很好奇画家的生活吗？我画家的朋友他带孩子的方式蛮有趣，因为他们在家里就是不穿衣服，然后他们就是让小孩子随意的画他们家任何一个空间。对，那他公公婆婆来，他们年夜饭也是这样吗？我不晓得哎。那他们叫富贝达也是这样吗？我可能不能讲富贝达这样吧。嗨，干嘛？我们家都这样啊。哎，不好意思，真的画画。我们就一直喊，然后你就看谁对。不可能那么吵吧？就是很吵。预备。有啊！我知道，考山芋的炉灶。它旁边是干嘛的？荡秋千。不是。考完山芋以后，然后再把它放在上面，但是它又不是用来风干的，它是用来摇的喽。而且你知道怎么摇吗？它数进摇。好啦，其实没错，它底下通常会垫草席，所以在上面是摇，真的是在数进摇它。好啦，知道算谁对？阿豹姐，这是我，恭喜！恭喜豹姐获胜，获得她的母亲的舌头新专辑开箱时间。我跟你说，我要开箱了，然后你们这段不准给我快转。我昨天很晚深夜的时候才从印刷厂拿到，所以你们真的是第一个碰到一个母亲的。但是我想讲一件，为什么那么难猜？因为它是一个抓母亲的母亲的舌头。就因为就觉得3年才出一次嘛，所以就想给大家一个礼物。然后名字在这里，大家就会问说母亲舌头是什么意思？你来感想，它这个字呢，其实是台湾话，然后它不是母亲的舌头的意思。另外一种说法是它是一个族群习惯的语言，然后另外一种说法是说有点说人家啰里吧嗦的感觉了。然后我们就会想，妈妈也是蛮啰里吧嗦啊，是你妈妈的坏话吧？你拍完了以后就会看到。这个超漂亮，这就是阿丹老师画的。然后这个，天哪，也太精装了吧！对，真的很精装。天哪，太可爱了！这次的主视觉是太阳神嘛、嗯？然后你们看到的这些小图，就是我有11首歌，算10首歌，然后每首歌它都有给它一幅画。而且我觉得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它是一个挂布，可是它的 CD 是放在这件里面的。这个很聪明哎！我们现在拿了 CD 出来，对不对？哎、嗯，之后这个挂布里面可以放钥匙。哎，可以，妈妈了，对吧？对，而且里面可以藏私房钱。哎，大家如果有买精装的朋友，就是会拿到这个脸谱图，它是可以拆的，我们有附贴纸给你，然后你可以贴在这个上面。啊，所以这个是鼻子。天哪，原来是这样子用的。可以创造你想要的太阳神。哎，你答对了。而且或者是你今天出去玩后，你今天没有画口红。不可能。目前第二批已经那个预购完了，所以我们之后会再开放，就看什么时候。因为这个真的很花工。对。然后再来，这次有做毛巾，这也是他画的。而且你知道他很夸张，他跟我说，哎、欸，我先乱画一个，然后就给我这个图，我就说你这拿这乱画。我觉得这个也是不舍得拿来用的毛巾。对呀、啊。这可以用。它这个是好的布哦，是会吸水的。还有这个是太阳神的，就出这两款。这个真的。他很厉害。而且我觉得你拿到毛巾很好哎，你就可以这样使劲摇。哎、欸，你答对了，不可能。而且你使劲摇之后，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扭到脖子，它要保护。哎，不紧。而且你那么多东西都没有给我们的。有啦，我们给你们的都不是这些。那你们打开，我想看你们两个。1、2、3。哎、欸，我知道这个是无奈。哦，我这个是什么？我知道你们那个还钱，你们是还钱。跟你讲哦，要欠我钱的人哦，我就穿这个去找你吃饭，你就知道意思了。哎，我们现在小朋友拿到礼物很开心。过年拿到新衣服，耶、yeah, yeah, ！谢谢抱歉，不会。这个有周边有卖吗？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这没有卖。哎，因为我们是大咖。哎。
好，现在真的非常感谢，就是鲍姐跟那个麦当劳都在现场。母亲的舌头是鲍姐隔壁三年的专辑，对，所以大家想要支持的话，就记得去订购啊。脸书专业，对。对 ，YouTube 也可以把它刷起来。是的。好啦，或者我觉得一起来看一月十六那个表演。对，许静瑶，许静瑶，好吗？对，现场可能会卖一些周边，嗯，会吗？哎、欸，你来就知道了嘛。啊！来，谢谢蓝蓝老师给我们一个这么好的作品，谢谢，让我们做收藏。大家如果想要去帮我报警任何的消息的话，继续看他的粉专，然后想要支持我们老师的作品的话，也可以去帮他按赞哦。是的，支持他一下，谢谢两位，谢谢两位，谢谢。母亲的舌头，母亲的舌头，阿杜主任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